是水妖 MVP， 而且他的棋艺也非常的赞哈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位舞王也很厉害，在武大时代里面呢，也一位喝雅郎，但是脾气就很蛇哎，哈，很暴躁。那个是谁？啊，何豪杰。哦，有的人都知道，另外这个主唱呢，从以前参加 Super Idol 到当老板，到那么胖变那么瘦，哈哈哈哈，一样的帅气。啊，大家都知道是谁？哎呦，真的！那等一下，我再请他们的团员好好的来自我介绍哈。今天呢，很开心的邀请到了这个乐团来到我们今天有爱的演唱会，为大家带来一连串非常精彩的演出。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八七乐团。
又绕过星辰宇宙，来到你身旁。祭奠了我灵魂的微光，yeah.
不要叫这个名字，对吧？真的，很多长辈都说这个名字不吉利，对，感觉是在骂人吧？感觉，因为北七你一个人北七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把后面四个人都拖下水？因为北七当初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是排八点档，哦，对，然后说一起来组团。对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戏要跟八点有关，因为八点档赚很多钱。哎呦呦，组乐团，你好敢讲，很穷啊。哦，原来就是你拍八点档的钱拿来看我乐团的。原来看我乐团，然后你看我乐团，你又没有时间去拍八点档。哎呦，真的。这样一来一回差很大。是啊，是啊，所以你现在就去做生意就这样。对，最近如果有经过西门町，记得去吃海南鸡饭。你可以到那个嘉义来开一家吗？我想，好啦，如果要找我加盟那个海南鸡饭，能不能到后头？真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问问看。嘉义这边理事长，大地方。哎，我们嘉义行善团理事长啊，对啊，他三思做很多啊，三思啊，做很多。对，开一家海南鸡饭的时候。哦，可以可以，他帮你找地方。西门町生意很好。嘉义开一间，不用坐高铁上去。Thank you.
生命。